大家早上好，这几天上海持续高温啊，都是37、38度，马上也要进入初伏了。一年的三伏嘛，三伏40天，初伏是10天，中伏20天，末伏10天，真正的高温天气要来了，我们要战酷暑，大家要多注意保重身体啊。天气真的是热天的话，蛮难熬的。现在准备来做饭了。早上做饭还可以的，早上做饭温度没那么高，感觉还行，20几度。现在目前的气温大概是20几度。这是之前准备好的半成品，加针了。拿辣椒炒一点，这个女儿还是蛮喜欢吃的。想几遍也是感激你，不顾劝说，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。风餐露宿，颠沛流离，也不寂寞。单独弄个碗装，要不然这个番茄炒蛋到时候这个放下面，米饭泡上去。这才是真实的，骂我。傻吧，露馅了吧？嗯。应该说傻，不说傻吧，傻子，直接就是傻吧，是。你慢慢说吧，说吧，7点多了，7点过5分了。傻吧，这因为鸡蛋怎么放这么多啊？全是鸡蛋。4个蛋。怎么看起来全是蛋呀？你这个辣不辣呀？这个。我吃还行。有点，那就是有点辣了。有点犹豫过了。两个薄皮椒，一个螺丝椒。再吃点面包，还有玉米。你光吃那一点不行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别看了，吃饭还看了。怎么放这么多辣椒呀？因为加针太少了。这是上次烧剩下的，是吧？鸭胗不够，辣椒来凑。多弄点，吃不了那么多。弄多了我也吃不完了。你少弄点饭了。够了，我也够了。玉米你不吃啊？要不拿个袋子给你装个袋子。玉米我不吃的。拿个袋子给你装。够了够了够了。你不吃啊？太喜欢吃。嗯。
现在每天牛奶都喝吗？喝呀。开始了，没什么反应了。嗯，我半夜热一下喝没事。那你坚持喝。以前喝那个纯牛奶不是肠胃不适应嘛？我发现现在热一下喝就好了。如果跟我一样就是喝纯牛奶不行的朋友，可以试试热一下喝，温一下喝就好多了。小区里边下面在割草，黄草。那边太吵。嗯。几串也没吃啊？对。有人说我们家不喝牛奶，怎么说呢？视频展现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可能把全部的生活展现出来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因为我天天加班嘛，然后晚上回来比较晚，没时间拍，都是早上拍一点。早上，嗯，因为我女儿中午要吃饭，我晚上加班也要带饭嘛，所以早上都会炒两个菜，简单炒两个菜。早上时间比较紧张嘛，嗯，炒两个菜呢其实也还行吧，也不是没有说的那么就是吃的那么差，也有荤有素，早上还要想烧的多丰盛呢，对吧？早上炒两个菜吃点新鲜的，我感觉我们已经算勤快的了，不能说我们，应该说我老公已经算勤快的了，天天早上起来烧饭，能吃上新鲜的饭菜，已经算是比较注重营养健康的了吧。还有有的人说我们不喝牛奶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喝的牛奶，天天都喝的，只是我们不喜欢边吃边喝，喜欢吃完了再喝。嗯，有时候我不可能把全部吃饭的过程全部录下来，是吧？上次我老公买了三箱酸奶嘛，然后前两天我又买了一箱酸奶，一箱纯奶，还有鲜牛奶。有点热，今天这个温度有点。不是烧饭烧热了。不是。嗯，明显感觉不一样。骑车慢一点。这个玉米感觉不香。3.5一斤。哦。我来，我来。上班我去水开了，非要他去。